要不然这样子不会不好玩的，因为那个镜头很好笑，把那个浴巾一抽，浴巾一抽，哇，可不想死。一定要这只午夜玩的椅子，你扔扔吧，留着力气找办法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很可爱的动物，一定不会。你这无有必东，今有必东，知道吗？这么气吗？我蹲下来。这么气吗？气坏了，敲了啊！你敢敲？为什么不敢敲？我这是九级，你敢敲苏文烈？九级？九级不敢敲苏文烈？九级不能敲吗？不敢。敲了。